恍惚记得很久前听前辈老人们说过，田氏在水岸边修造了一座别院，很多宫女歌伶都被圈养在那里，成为士大夫们手里的玩物。虽然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是我在父亲死的那天见到的征书，也有传闻说他在这里出现过。进入这样一座毫无戒备的宫院，实在不是什么难题。真书，真书是谁？过不去，那什么东西？请问，你居然看得见我？你是谁？为什么到这里来？刚才进来的那个人，我是他的随护。哦，是吗？也是来寻欢作乐的吗？那你也快进去吧，他们摆弄这块石板已经很久了。要怎么做？你不教教我吗？这是此处的布局，用石板连通那些闪光的房间，才能打开封印。哦，那我试试。喏，这块石板给你吧，我留着也没用。还愣着干嘛？那些闪光的房间中都可以寻到石板，找全所有的石板就能通往别院深处了。多谢指点。我们现在有一个横的石板，然后没有直的石板，所以应该要装在这边。哎，这好有趣哦。哦，这边就开了，原来刚刚是封印。左侧高台通路已经洞开，还不快跟上去？您为什么总盯着我看？无谓看一眼少一眼而已。去吧，如果有无法去到之处，还请您指点迷津。好像只有一张地图，是不是？哦，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下我没用吗？哎，他们都被吸进去了。哎，这好方便啊。这石板，没错，正是用来通往个别院的关键。慢着，石板中似乎存有一些早先的记忆画面。兄长，你听到那个郑国太子都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这可恶的狂声说：“人各有偶，其大，非吾偶也。”他这是向父亲拒绝这门亲事，难道说被他发现了？我们两人的事情如此隐秘，不会有人知道的，就算有流言也不会传到父亲耳朵里，你放心吧。兄长，那我们以后还能这样日夜相对吗？那是自然，你真美呀，哪像人间的女子，简直像是妖狐转世。这不是称赞吗？呸，哪有这样夸人的，我就算是妖精也要做蜘蛛精，织出秘密情丝，牢牢缠住你我，永不分离。
看来这对白衣男女是齐襄公与文姜。他怎么一想就知道？这石板中怎么会有他们的影像？哦，可以直接从这边传回去。这好方便哦。哦，这个图是那个。是我们刚进去的图。这边已经开了，然后把它拔下来。有一横一直的话，下一个应该是来去这边。哦，好，开了。石板可以取下，对。是防不到，这样会死掉。我们拿到一个魂石，等一下用用看。为什么有些明就有平台，然后不能踩？还有雷射。兄长，你遣人杀了我的夫君。不是你说他发现了我们的事斥责于你吗？可是本是我辜负了他，他不该死。他若不死，传扬出去岂非麻烦？放心吧，齐强鲁弱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我有何颜面回去见我的孩儿？那正好，你就留在这里，我们又可以朝夕相对了。姑，难道不是你最在乎的人吗？是，兄长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在乎了。不行这样的。点了一盏灯，多了一个横灯。把这两个先拆下来，这样应该这里可以走。
哎。右边也被挡住了。真书，阁下可是下士真书？我可不是逆贼，我也不是野种。我并没有说。他们都欺负母亲，他们还嬉笑，说我长得像他们。我是灵姿祭江。我想问你，我父亲。混账！我是我父亲的儿子。他完全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。都是母亲不对。你在笑什么？我不曾有笑。你笑了，我看见你笑了。你是不是笑母亲不知检点？你是不是笑我出生不明？我并无此意，对，也没有笑。且听我一言。大丈夫安身立命，顶天立地，岂容你侮辱？拿命来吧！你能不能好好听人说话？哎。他竟然可以挡住我，他吸得过来吗？他蓄力太快了。总算，征书的尸体中释放出夏姬的魂石，一位禁锢的母亲得到了解脱。夏姬。是我们不是来找真书的吗？兄长，父亲要将我嫁到鲁国去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现在可是我保住太子之位的关键时刻，不能节外生枝。你先安心去，等我当了国君，一定去把你接回来。兄长，可不要忘了我，我等着你。就算你嫁到天边去，也逃不出我的掌心。
一定被骗了。没有地方可以走。你为什么杀宾客？你到底是谁？快说！临淄即将，康公的女儿，他们都说是你杀了她。我没有杀害父亲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我不可能做到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这些？我是谁？这重要吗？不过是困在牢笼里的孤魂罢了。你快离开这里，要是被他知道了，就没法走了。他已经不是当初的他了。你说的他又是谁？太晚了，他来了，他什么都知道了。你果然来了，当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了。来吧，我的乖孩子，我在宫院深处等你。谁在说话？你怎么消失了？我得走了。文将，但你记住，你每次获得更多的石板，便可以走到更深处去，就可以找到你要的真相。只是，真的不知道这是福是祸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差不多告一段落哦。我是黑框眼镜的吉欧。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请记得点一下喜欢，及追踪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那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